喂，好啦，未有聲咧，我就由頭講過。OK，咁頭先聽唔到嘅網友咧，我而家聽翻。咁呢一段片咧，就我聽日會駕臨我哋啊啤梨漫步嘅新尤里啊，佢係咪姓新嘅？阿新小姐嘅其中嘅 IG 一段片。咁其實佢出道都有啲時間，不過佢可能早出道啦。咁我就知道佢係幾多歲嘅嚇。咁啊，佢細過容祖20年啦，我只能夠咁講。哇！喂，後生後生。咁啊，佢2016年已經有啲報道咯，關於佢。咁佢都好坦白，譬如講過，佢係其實佢唔介意嘅。佢係我聽日會問佢嘅。佢有隆胸啦，咁佢自己係坦白嘅。喂，點解隆胸咧？咁其實夠圓咧。咁等佢聽日先講啦。咁聽日咧，嗱，我嘅國語咧就帶煲太連光啦。要说国语了，你当然要说国语了。我就是问我的，他的啊在香港的啊代理啊还是经理人，我也不知道了啊。我就是问他，他是说国语的还是讲广东话的？他说国语的啊。好，上来。我让他上来，就是因为他说国语。哦，我想让大家看一下。OK，我的国语当然讲得不好了，我不会说我的国语讲得好的。OK，但是你看我就是可以。跟一個講國語啊的女孩子，女孩子啊，做訪問也可以，沒問題的啊。仲有還有身體語言的嘛，沒關係啦，對不對啊？咁啊，新油膩咧，咁啊，聽日咧，其實我都估都計到佢咧，即係當我哋睇完琴日嗰個咩任春啊，任春啊，任春啊，咁我估計到咧，佢香港嗰個代理話經理人點解會認識佢，去拍呢一套嘢，好大可能係阿 Alex 介紹嘅啦，啊都唔定嘅，咁啊。咁我哋聽日咧就可以訪問阿新尤里，OK？咁啊，我亦都會叫阿新小姐咧，唔知係咪姓新啦嚇。咁啊，簽定一大扎寫真喺度啊，各位網友咧都可以支持下佢，OK？就認識多啲界別啦。咁其實咧，稍後咧我都會啊，我睇下下禮拜得唔得啦，我就安排到啦。我揾個的士司機上嚟做啲訪問嘅。嗱，屌你咪個個屌柒你，有咩講先？對於的士牌價點講？即係我哋睇下啲業內人啦，係嘛？即係一方面屌的士佬，咁屌你其實你啲客都好撚閪嘅，好撚多都又要咁講。OK，好啦，咁啊，新小姐嗱，今日咧，頭先我都想再講下咁啊。我哋入嚟做節目之前咧，即係關於呢一個啊註銷呢六個羅，包括呢個蒙兆達、劉祖迪、鄭文傑、霍家志、蔡明達同埋羅冠聰。啊！呢六名人士即係有啲針對性措施，除咗話註銷佢哋嗰個啊特區護照之外咧，咁啊關於話同佢做生意啊、做董事嗰啲，我哋唔需要理啦。但係咧，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提供資金喎。嗱呢一下都大鑊喎。嗱跟住咧，由湯家驊啦，跟住由鄧炳強啦，跟住由呢個立法會議員林唔知乜 Q 嘢咧，喂個個講到一嚿嚿，究竟係犯法定唔犯法？就係話睇佢嘅 YouTube。同睇佢嘅訂佢嘅 page 房，好啦，鄧炳強話：任何形式同埋平台向指明潛逃者提供或處理資金，均屬違法啊，絕對係犯法。佢而家冇法例規範佢哋，因為你喺海外，但係佢哋咧喺海外開台同建立頻道，如果你去向我哋提供資金咧，當然係違法啦，100%。鄧炳強咁講。湯家驊話：喂，如果付費訂閱咧 YouTube 或者 Patreon 咧，就可能犯法。嗱，呢個就係因為佢係大陸撞，就永遠係可能嘅啫。嚇，可能犯法。咁唔付費咧，嗱唔付費咧都可能犯法喎，因為你唔付費去睇，冇資金俾佢啦。但係因為佢嘅 view 數多咗，於是乎喺 YouTube 嗰度佢嘅收入可能多咗。咁你都係間接資助嘅喎，都可能犯法。嗱，喂，咁如果係咁咧，阿鄧炳強嗰度咧就話你俾資金就係犯法，提供資金。喂，湯家驊就你唔俾資金，唔提供資金都可能犯法喎。喂，咁如果係咁咧，我訂閲咗唔睇咧，喂都可能犯法喎。佢 subscribe 多咗啊嘛。哦，犯咩法先？喂。因為你咪，因為你要提供資金，禁止提供或處理資金咯。喂，大佬啊，我真係未見過咁撚可笑嘅事喎！我如果有個殺人犯殺撚咗人喺香港，佢潛逃咗去做 YouTube，我聽佢講嘢，
咁又犯唔犯法咧？咁又犯唔犯法咧？就係、是、你而家其實咧，佢呢一招唔係冇用嘅。我亦都相信咧，嗱呢度有邊幾個係靠嗱羅冠聰嘅飛床，我諗係咩嘅啫，籌錢嘅啫。嗱，霍家智同蔡明達有做節目嘅，謝文傑、蒙少達嗰啲都可能耐，劉祖迪佢哋都可能開耐唔耐開下咪，但係就唔係專業做節目啦。以我所知，啊，屌你老尾，你係咪真係做得到咧？但係咧，可能真係會有影響人哋去咩咯？喂，咁如果係咁，我又唔訂閱，我又唔訂閱，又唔俾錢。我睇都犯法噶咯，如果咁講，因為我睇都增加佢 view 數啊嘛，係嘛？係啊！屌你諗你咁你做唔到啊嘛呢啲嘢，我唔俾 Patreon， 唔訂閱，我寄張票過去又得唔得咧？屌我入落去姨媽姑姐個三姑婆個六嬸只狗個老豆個店個户口又得唔得咧？其實真係好多嘢。好啦，今日咧我見到一篇文章，我真係想同大家。講下嘅就係、是、訪問阿陳輝陽，咁啊大家好耐冇聽呢個名啦，喺2000年都紅極一時噶，因為嗰陣時佢作好多其實阿陳輝陽咧就係、是、我哋以前咧啊啤大樂團啊 Sierra 啲老友記嚟嘅，咁佢都覺得阿陳輝陽咧係叻嘅，點解咧？佢捉到當其時嗰、那個即係、就是、commercial 嗰樣嘢，咁佢作過咩歌其實好多啦。暗湧啊，終身美麗啊 ，K 歌之王啊，大扎陳輝陽係好紅啊！嗰陣時嗰期，我覺得係紅過佢嗰期，係紅過而家佢嗰期同五樂城啦，係啊，仲紅過而家嗰個咩啊？而家咩中年好聲音嗰個叫咩名啊？嗯，點啊？唔係嗰個張家添，唔係啊，另外個彈琴嗰個啊，噏到口邊啊，啊，哦，伍仲衡，伍仲衡啊，即係仲比而家嘅伍仲衡紅，因為嗰時有唱片出啊嘛，好啦，佢近年成立咗一個陳輝陽成女聲啦，咁嗰啲唔講啦。咁啊，用鋼琴伴奏聯同28位女聲重新演繹佢嘅作品。但係比起千禧年代年產30-40隻歌咧，佢話而家已經大幅減產啦。咁佢近日喺自己專業入邊咧有講過其中嘅原因嘅。咁佢亦都話咧 ，AI 軟件作曲已經非常高水準啦。OK， 有大膽預言 AI 會對香港樂壇嘅影響。其實你問我咧，最後終於咧，即係你夾硬嚟嘅啫，又話咩感情，佢最後都係會到啊！好啦，佢話陳輝陽近日使用新出嘅 AI 軟件嘗試用佢作曲，效果好將佢震撼。佢話點解咧？佢話因為用而家 AI 質素去作歌咧，我發覺竟然係比市面上聽到嗰啲垃圾歌水準仲高。佢話而且 AI 作曲咧，相對地有好好嘅句法，副歌嗰個 hook 啊，個 hook line 又好好。Okay. 如果你需要某一種特定風格咧，你輸入去佢又做得到有餘。而家最難克服嘅咧就係佢 AI 冇自己嘅風格。不過呢個係遲早嘅事啊。咁啊，記者問佢：喂，咁啲粉絲問你點解作品量大減？佢又相當坦白，佢話因為市場唔再需要我啦。其實唔係市場唔需要你，係冇市場。佢話咧，莫講話而家流行樂壇。佢話成個香港嘅環境都翻天覆地啦，係嘛？市場亦都唔需要優秀嘅流行作品，市場需要嘅係快、平，最好唔使錢添，唔係平啦，同埋後生。所以佢大膽預言未來2-3年之內咧 ，AI 對樂壇有兩點影響啊！好多唱作人會揾 AI 請槍扮自己寫，不過佢舉腳贊成嘅。點解咧？佢係第一，佢話 AI 作曲。佢已經好成熟啦，唔識音樂嘅人都可以喺 AI 生成一首歌出嚟，然後改多少就話係自己寫。佢話呢個係好事嚟嘅，佢舉腳贊成。佢話起碼好過你自己好聽過你自己寫嗰啲啊。第二，佢 AI 填廣東歌詞都好快出現啦。到時你會見到好多香港歌手話自己作曲、自己填詞、自己編曲、自己監製、自己導演 MV， 甚至乎現場演唱佢都唔會走音。嗰陣時嘅佢話，但係咧啊。啲歌詞起碼咧，佢係嗰陣時垃圾歌詞同埋垃圾歌曲會多好多，因為 AI 出嚟啊嘛。但係唔同嘅就係歌詞起碼唔會唔啱音啊。佢話當貓狗都能夠創作嘅時候咧，就冇人再有興趣寫即係鑽研寫歌嘅藝術咁講，係咪咧？我覺得都會有人有興趣。我想講一樣嘢啊，陳輝陽，以我所知對 AI 嘅粗淺認識咧，你要講嘅第一點係唔會發生，因為咧。
當然啦，道高魔尺，道高道高一尺，魔高三丈啦。因為所有 AI 生成嘅嘢咧，佢以我所知，佢係能夠 detect 到咧，知道多過幾多個 percent 係 AI 生成咧，佢就唔俾你攞 copyright 嘅。譬如我俾你用 AI 生成嗰只歌，咁我梗係話自己係作曲填詞有呢樣嗰樣啦。但係咧，佢有啲嘢咧，一 detect 到佢個喺個 base 入邊啊，或者個 app 入邊咧，知你呢個有多過某一個 percent 係由 AI 生成嘅咧。佢就係唔會俾你攞 copyright 嘅，就算你自己 claim 自己作到，你冇 copyright 就冇用啦，攞唔到個版權啦。啊，據我所知就咁樣嘅。係。咁啊，陳輝陽話好多人覺得好悲觀啊，不過佢就唔覺得喎，反而陳輝陽佢話呢個只不過時代結束啫，咁另外一個時代咪嚟咯。佢話冇得講啊。反過來講，我覺得非常幸運，可以喺香港流行樂壇嘅場合入邊留下足印啊。佢又話。佢話自己都問 AI， 如果喺香港樂壇生存，需要具備乜嘢風格 ？AI 就答佢：如果喺香港樂壇生存，你要有歌唱實力啦，你有表演能力啦，你要有個性同埋形象啦，職業素養要好啦，人際關係要好啦，適應力同埋穩定力都要好，呢六點。咁啊，陳輝雄就話：雖然 AI 答出嚟好似係阿媽係女人嘅答案，但係諗一諗喺過去五年十年。有邊一個新歌手能夠符合以上呢六個條件呢？就係踩曬，雖然我係認同嘅，我就係想講咧，佢呢個時事嘅態度好好啊！咩叫時事呢？就係、是、一個時代結束就係另一個時代開始，即係唔好講樂壇，我哋成個香港或者成個世界其實又何嘗唔係咧？你用另一個角度睇，我哋經歷過嗰種即係。好平靜嘅，好安逸嘅，嚇喺一個小城市入邊長大，然後經歷一啲變化，你覺得好似跌咗落去，即係如果你覺得啊，你咪去努力用啲方法，令到未必改變到個地方，你改變自己都得㗎，轉變一個角度升翻上嚟。我哋個目的咧都係活得好似以前咁安樂嘅啫，安樂啊，嚇你用咁嘅態度咧。又或者再直接啲啦，屌你老尾，喂正啦，經歷過咁多大時代，甚至乎有啲人話希望睇到世界末日，真係有唔係講笑喎，係真係有人喎。喂，屌你喺歷史長河入邊有幾多人睇到世界末日啊？啊，喂，咁你就會有唔同噶啦，係嘛？所以記住各位網友嗱，聽日星期四啊，咁我哋有特別嘉賓啦。縱然係咁，我哋聽日咧仍然係有驗血服務，約咗個朋友咧就。按即係準時上嚟啊！咁我哋會提供驗血服務啊！咁呢個驗血服務咧，聽日咧我就好似有幾個靚女喎，約佢。啊，有靚女添。係啊，有幾個靚女約我上嚟啊！咁大家咧就話可以如果聽日有時間可以自己上嚟咧，唔怕等嘅，因為你冇約就，或者咧可以約星期六啦。OK， 咁啊，同埋留意聽晚咧個節目啦。咁我今晚都要翻去咧，我要出去攞。睇曬嗰啲片啊？唔係，我冇睇喎，反而我出去攞定嗰啲咧。碌架底啊！嗰啲我哋嗰只咩石啊，就噴啲咧，我哋又好撚多嗰啲 man 嗰啲男士嗰啲面霜啊啲咧，係嘛？即係要咁樣先得，染下髮啊嚇！即係大佬，喂明星喎、啊，我真係好撚我好撚對於佢哋個行業好有興趣噶嘛，係嘛 ？OK， 好啦，咁啊，聽日見啦，拜拜。